保持溝通。我自己亦都衷心期望立法會裏面不同的黨派的議員都可以珍惜這次的溝通機會，是可以是直接是跟中聯辦，特別是黃志文主任是反映意見。我相信呢，如果不同黨派的議員，包括是我們建制派別或者是泛民主派的議員，如果能夠參加今次的交流以至午宴，是我們的期望，亦都是廣大市民的期望。我亦都期望議員可以藉著這個交流機會，就著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無論是政治、經濟、民生、社會發展上面出現的種種問題或者是現象，都可以跟主任去交流。因為現在香港呢，事實上我們發展的每一個部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呢，都是跟內地呢有著息息相關的關係。如果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可以把握機會是做好這個橋梁溝通的角色呢，相信有助於香港是處理不同層面方面的問題。昨日呢是大灣區規劃綱要正式出台的日子，我是非常歡迎大灣區規劃綱要正式出台，亦都是已經是期待已久的一個綱要，亦都是特別是感謝中央政府在綱要裏面呢是對香港的重視。我相信呢，綱要呢只是第一步的，關鍵有了綱要呢要有行動同埋針對性的措施呢，是去配合不同行業，特別是年輕人、專業人士以至是創業者，或者是希望去到大灣區發展的朋友，可以在內地找到發展的機會。民建聯我們在我們的常委會轄下已經成立小組，亦都歡迎不同的行業朋友有需要可以找我們一起去就著框架裏面不同行業怎樣進一步發揮，一起是跟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是去找答案、找出路，以至是提建議的。咁今次嘅交流同埋午宴咧，咁我亦都係藉住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係出台嘅時間咧，我亦都好希望咧係瞭解翻中聯辦喺呢方面嘅工作啦，以至到係日後如果我哋有唔同嘅界別、唔同嘅行業嘅朋友咧，都希望係就住係綱要嘅內容提意見，或者係想爭取一些政策的時候，我們是可以如何配合。我也很希望中聯辦的朋友可以幫手推動，因為事實上今次的綱要部分涉及九個城市以至是三個行政區，我希望有一個專業讓到不同的政策範疇以至年輕人都比較一站式地看到綱要的內容以至不同政策的變化，那我都希望呢可以將這些意見反映。那我先講到這裡，有其他成員到了。I think we still have time. I hope all members, if time to them is okay, can attend this important exchange and lunch, because it is, I thinkour expectation, and it is f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as a whole's expectation to see all this happen, because Hong Kong society do want to see a legislative council to have regular exchang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 have prepared some question and some suggestion, like for example, because yesterday we have the framework release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I think that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whole Hong Kong society, especially our younger generation andprofessional and also the commercial sector to move on. And I would suggest, if possible, the Asian office can help to advocate to have a centralized website so that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n access easily to, and understand what is the latest measures that can help them to develop there. Okay, 唔該曬。綱要的問題剛才都提過了，簡單來說呢，綱要只是第一步的，其實是最重要就是之後不同界別怎樣去攜手，是去在綱要裏面找到發揮的空間。我主要就是希望了解回中聯辦日後在這方面的角色啦，我們作為政黨怎樣可以協助業界以至社會各界在大灣區裏面找到發展機遇，
至於你話關於其他政策方面嘅範疇咧，我哋都係會如實反映香港人嘅意見。唔該曬。